为什么要了解空性？因为只有空性才能够给予我们获得解脱。外境没有一种苦乐美丑的感觉，都是你心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想要希求获得什么样的果报，只要我们把握好因就可以了。修行不要希望走捷径，我们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去修行。在哪里有最究竟最圆满的安乐呢？阿弥陀佛所成就的极乐世界，那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我们有三件铠甲，一个呢就是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信心，一个呢就是对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生前和临终时积累这些净土之一。各位出家师父，各位在家道友，女师先生大家好。说起极乐世界呢，我第一次拜见上师仁波切的时候，临别的时候，上师曾经给了我一本书，那本书呢就是藏地大德喇嘛曲智仁波切为乔妹仁波切的极乐愿文所写的《极乐愿文大书》。扎西池林养老院曾经有位老人，他一生呢念诵了10万多遍的极乐愿文。去年他往生的时候呢，屋内放光，还伴着其他的瑞像。那么大家应该都知道，上师仁波切自己呢也在2年前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生命这出戏》。这本书本身其实就是一本往生手册。同年呢，上师仁波切也在藏汉两地呢大力弘扬净土法门，并且通过菩提众网站呢发起了念佛共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对净土呢进行探讨。的确呢，净土法门是能够帮助我们今生解脱的非常方便的殊胜法门，但是呢在汉地呢，我们又经常称这个法门叫难信易行的法门。所以今天时辰捉马时叫我们讲，如果我们在信愿的基础上修持往生施力，那么就一定能够往生。早在14年前，卓玛师就已经在喇嘛宁波学院由上师仁波切剃度出家。那么后来的10多年呢，卓玛师一直在学院呢修行学习文思。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卓玛师。非常感恩上师，也感恩各位道友给我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在这里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学习净土的一连年体会。那一提到阿弥陀佛呀，那小智呢幼儿园的小朋友，大智呢年逾花甲的老人，大家呢可能都听说过阿弥陀佛的名号。其实呢在我小的时候啊，也是通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就知道了阿弥陀佛的名字。那个时候有一部叫《济公传》的电视连续剧，它的主题曲啊就是以南无阿弥陀佛结尾的。小的时候呢我还没有学习佛法，长大了以后呢就慢慢接触到了佛法。后来我发现呢，很多虔诚的居士他们呢到了寺庙之后啊，就是见到出家师父都会非常恭敬地对师父说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那我想可能很多人跟我的经历一样，就是最初不知道极乐世界呢是什么样子，那然后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又有什么样的功德。但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被很多人已经知晓了。其实不光是在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大力弘扬阿弥陀佛的法门，倡导我们众生啊往生极乐世界。在10方3世的佛国当中啊，10方3世的佛都在他们的国土当中出广长舌相，遍覆3000大千世界，来宣扬阿弥陀佛的名号，极乐净土的功德。
所以呢，下面我将通过四个方面和大家呢，就共同认识极乐世界，进而呢发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心。第一个方面呢，我将讲到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第二个方面呢，将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要对往生极乐世界呢升起一颗希求之心。第三方面呢，要跟大家一起讲的呢，就是在愿心和希求心的推动之下呢，我们要积累往生的正因。第四方面呢，要讲念佛的功德和利益。那么首先呢，第一方面要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阿弥陀佛是怎么成佛的呢？在曹魏的康僧铠所翻译的《佛说无量寿经》当中是这样记载的，在无量无数劫之前啊，有一个本师佛出世，他的名字呢叫释自在王如来。在他的教法下呀，有一位国王，这位国王的名字呢叫释饶王。他听闻释自在王如来说法之后呢，就心开意解，当下呢发起了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在佛前就出家，成为一名比丘。那呢，他的名字呢就叫做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呢，就是释迦牟，不是，就是阿弥陀佛的因地。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的因地。那法藏比丘出家之后啊，他就特别想建立一个非常具有功德的这么一个刹土，然后还要方便我们众生往生。于是呢，阿弥陀佛就了知了法藏比丘的心意，在他的心前啊，就显示了210亿个诸佛刹土的精妙之处。在五个劫当中啊，法藏比丘就成佛威力，将所有佛国的精妙的地方一一进行仔细的观察还有研究。他就观察这个佛的国土当中，它的精妙之处是由于修什么因而感召的，那么那个国土当中又有什么不方便我们众生往生的地方。于是呢，他在五个劫当中精进的修持，那依靠他的大愿力，就成立了现在的西方极乐世界，而且他把210亿个诸佛刹土的所有的精妙之处呢，就合集为一，就建立了这样的极乐世界，并且呢，圆满了他所发下的伟大的48大愿。那么，在佛经当中有没有校正成立呢？还是有的，很多经典当中啊，都在成立极乐世界的存在。那我在这里呢，就举一个《佛说阿弥陀经》的校正来成立呢，极乐世界是存在的。在《佛说阿弥陀经》当中就说到，尔时佛告长老舍利佛，从事西方过100,000,000佛土，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那就是讲到了在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越过100,000,000佛土，那里有一尊佛，那里叫做阿弥陀佛，那里有一个佛土叫做极乐世界。在那里呢，阿弥陀佛安住在那里，仍然呢对众生呢宣说佛法。所以说呢，极乐世界是确实存在的。那么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那么殊胜的一个国土，对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讲又有什么样的利益呢？那么我们观察一下我们娑婆世界的状态就知道了。暂且不说三恶趣当中那些剧烈难忍的痛苦，就说我们现在作为人类，所有的苦呢也不断地包围着我们，冲击着我们。比如说我们刚一出生的时候，大家呢都感受到如同从铁孔当中钻出，之后又马上落到荆棘丛中这样难忍的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呢，我想在座的各位呢，大家已经想不起来了，不光是大家想不起来了，包括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可是呢，我们感受的这些苦虽然想不起来，但是不证明它不存在。那不光是这些呢，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最剧烈难忍的痛苦就是见到我们的亲人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们。那么到最后呢，是我们自己将独自一个人要面临死亡的痛苦。所以说苦啊无时无刻不包围着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缝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呢会扎到了手，那么我们喝烫的饮料不小心会烫到嘴，走在大马路上不知道哪来一个石子，然后就硌得我们绊了这个崴了脚。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大风吹过来的时候我们被迷住眼睛啊，然后炒菜的时候不小心被油点呢溅到。
所以说我们仔细的想一想，生活当中啊，各种快乐的背后其实它都隐藏着痛苦。我打个比方来说啊，比如说呢，我们刚刚花了很大功夫买到了那件早已相中的限量版的衣服，然后穿在身上就特别得意洋洋的，结果呢没到半天的功夫，在特别明显的地方就被火星烧破了一个洞，结果我们就非常的心疼。还有呢，如果我们手里有一只正在上涨的股票，我们肯定一直不愿意把它抛掉，但是没想到呢，一夜间这只股呢就掉到了低谷，结果呢让我们血本无归，我们悔恨当初。和朋友呢一起聚餐，去吃一顿山珍野味，本来想补一补身体，但是呢没想到却因此而染上了寄生虫病啊，不得不呢连忙跑到医院去治疗。快乐的好心情呢被突然传来的远方家人辞世的消息就击得粉碎，我们的心情一落千丈。恩爱的夫妻想长相厮守，可没想到呢却要面临诀别的痛苦，由于执着呢使我们的痛苦显得更加的剧烈。本来呢来到扎西池林想在这里呢下决心好好参加这次法会共修，可是没想到呢高山反应却把我们送下了山。本来想利用这个假期呢在扎西池林这么寂静殊胜的地方好好观修一下我们以前落下的功课，结果呢没想到单位来了电话，有说是有急事呢非得让我们赶快回去。所以呢其实我们周围呢身边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不如意的事啊，烦心的事啊，接二连三的就不断的冲击我们。也许有人说呢，我也没你说的那么苦吧，我家庭幸福，子女孝顺，工作顺利，工资的待遇也很优厚，而且我的父母啊身体也健康，然后也非常平安，我没那么苦。其实呢对于这一个问题呢，大恩上师啊早在生命这出戏当中对我们有过明确的开示。上师说道，轮回中的任何生命形态实际上都不离痛苦的本质，快乐不是没有，但是呢它表面而趋于短暂，就像在一碗汤药当中加入了一片包裹着糖衣的药丸，那一点点甜的味道根本没有办法冲淡整碗药的苦涩。所以生命的一切经历实际上都在痛苦中，我们就是生存在这样的痛苦中，我们应该了知这就是痛苦，痛苦就是痛苦，我们不应当呢误解成别的。在《法华经》当中啊，一个颂词也讲到，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就说到了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生存的一个状态就如同生活在火宅当中，但是呢我们却不知苦，我们只苦为乐，我们不知道希求解脱，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知道什么是解脱乃至，所以说呢我们就会呢就是执着有一个这样的我，有了这样的我之后呢就会产生我执和我所执，有了这样的执着呢痛苦就会来了，而且呢伴随着我们执着的加深，痛苦呢就会越来越重。那打个比方来说，商店里的那只瓷花瓶摆在那里我心里很喜欢，突然有一天它从货架上掉下来啊，我就觉得哦这个打碎了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呢如果我把这片花瓶请到自己家里供在佛台上，结果呢家里来了一个小朋友把这个花瓶打碎了，那我不但是伤心难过，我可能已经生气的想把这个小孩揍一顿了。所以说这就是由执着引来的这种痛苦。其实呢释迦牟尼佛为了让我们认识苦了知苦，于是呢在第一转法轮当中啊就对我们说了，此乃苦汝应知。到底是不是苦呢？其实我们的生活也并不是那么的完美，我们不断地保养自己的身体，但是呢却免不了生病和衰老，我们不断地精心策划一件事情，但是呢却免不了有疏漏的地方。所以有了这样的苦，伴随着我们对苦的全面深入的了解，就更激励着我们去实现呢离苦得乐的一个方法。那么佛陀也说呢，有了苦刚好呢是我们解脱的一个契机。在哪里有最究竟最圆满的安乐呢？阿弥陀佛所成就的极乐世界，那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
在那里啊，所有的圆满的安乐都具足。我们凡夫分别心现在能够想起来的和想不起来的安乐，在那里呢圆圆满满的具足，甚至在那里连痛苦的名字都听不到。所以呢，我们大家啊，应该升起一颗欢喜心，想要希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心。那么以上呢是第一方面，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轮回中的任何生命形态实际上都不离痛苦的本质，在哪里有最究竟最圆满的安乐呢？阿弥陀佛所成就的极乐世界，那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下面呢讲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呢对极乐世界呢升起欲求之心。那有人说啊，极乐世界这样万德庄严，像我这样一个待业的凡夫能这么容易就往生吗？其实呢这个问题呢不用大家担心，阿弥陀佛早在他所发下的第十八大愿当中已经圆满地解决了我们心中的这个疑惑。阿弥陀佛呢，从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他所发现的大愿啊，圆圆满满的实现了。那阿弥陀佛呢，非常慈悲我们这样的待业的凡夫，于是呢，他第十八大愿呢就说道：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那所以呢，看到阿弥陀佛所发下的这个大愿，我们呢也解除了心中的疑惑。因为阿弥陀佛他接引所有有信有愿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愿已经实现了，所以只要我们呢至诚的恳切的心要来进行念佛的话，我们也可以往生。那阿弥陀佛悲心恳切，像我们这样的待业凡夫在临终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具备非常大的强大的信心力强大的发愿力，至心恳切的念佛，实际上呢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每念一句佛都是发自我们心底的一种深深的呼唤，声声唤醒自信佛，念念求生自信刹土。所以说呢，就能感得啊，自心本具的阿弥陀佛，须臾间就来接引我们往生自心本具的极乐刹土当中。但是呢，这种往生呢，要依仗我们平时的修行之力。因为在临终的时候呢，通常对我们来讲呢，会非常的痛苦。这个时候四大分离，我们会很散乱。如果在平时呢，想具足十念的因缘来念佛都不太容易。那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刻能够想起来呢，必须得依靠我们平时的串习。那比如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熟能生巧的这个说法。我们拿一个开车的这个比喻来讲，最开始呢不会开，我们呢要在场地里练习，后来呢稍微熟悉一点呢，就可以由教练呀带着在路上开了。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我们就可以自己开在这个大马路上了。那再经过自己熟练的开车呢，我们就可以自己一个人驾车走在非常危险的地方，但是呢也不会出现任何的险情，也会平安的度过。那么同样呢，念佛也是这样，最初呢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念，那么中间呢我们要串习，要多多串习，到最后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才能想得起来用得上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所以说我们要把功夫啊下在平时的串习非常的重要。为了我们能够在临终往生的时候可以顺利可以意念起来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加的串习。在阿弥陀佛的第十八大愿当中啊，他就说到唯除忤逆啊诽谤正法。那看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发愿，可能造了这两种罪业的众生，大家也许会心灰意冷了，想这一辈子我肯定没有希望再往生极乐世界了，我造了这么严重的业。但是呢，阿弥陀佛也不是永远都不接引这一类的众生往生，关键是什么呢？是要我们有一颗忏悔的心，
我们要依靠这个四对之力啊来进行忏悔。在密宗的法门当中，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密法当中啊，有一些彻底清净的这个罪业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念诵百字明金刚萨多心咒，我想大家都是来参加金刚萨多法会的，所以呢在这次法会共修当中啊，大家一定要就是依止四对之力，然后呢好好忏悔自己往昔和今生所造的所有的一切罪业，不但是忏悔我们自己的罪业，还要呢帮助一切的众生，带一切的众生要忏悔这样的罪业啊，我们要这样做。那所以说呢关键呢就是我们想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要忏悔自己的罪业。那在十方诸佛菩萨的清净刹土当中，有那么多的清净刹土，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而不是选择比如说东方现喜刹土呀、莲师刹土呀、还有香巴拉刹土呀等等这些刹土去呢？那么这里呢我以几点理由来成立。第一点呢，就是因为往生极乐世界呀是成佛的易行道的缘故，它非常简便易行。净土宗的祖师啊，偶益大师他也这样说过，他说出离三界呢有两种道路，一个呢就是易行道，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难行道。这个呢可能不太好理解，我呢做个比喻，可能大家呢就好懂一些。比如说啊，我们有一根竹子，在这个竹子里呢有一条小虫，竹子呢就可以比喻啊三界，虫子呢就比喻我们众生自己。这条虫子啊想从这个竹子里边出去，它有两个办法，一个呢就是在竹子身上咬破一个洞直接钻出去，还有一个办法，它呢就可以沿着竹子的壁啊慢慢慢慢爬到竹子的顶端，这样它也可以出去。那么我的第一个比喻呢就是比喻它的易行道，就是选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个易行道。那么第二个呢比喻呢就是难行道，虫子呢依靠这个沿着竹子壁慢慢爬出去呢，因为在爬的过程当中啊就很有可能掉落，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可能就是进两步再退一步，或者进五步退一步，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呢我们要选择这个易行道。就拿我们平时的修行来说吧，大家呢可能也都有体会，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还是顺缘呢比较少，违缘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为了更方便我们修持，我们呢要选择易行道来修。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对比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呢也有很多的佛国，比如说有的世界呢就是登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去，像我们这样凡夫身份去不了。有的佛国呢就是往生到那里呢还有退转的可能，那有的佛国呢到了那里寿命因为不是无量的缘故，所以还没修成佛就已经死亡了。那极乐世界呢就不是这样。那还有就是有的佛国呢凡夫人我们业障深重，去了以后也见不到佛。那比如说吧，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清净刹土，那很多人绝大多数人呢去了以后呢见不到文殊菩萨。所以说我们应该选择这个极乐世界啊去往生。那么极乐世界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大业的凡夫，但是由于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所以呢让我们凡夫人比较容易往生。那么第三点理由，为什么这么比较容易往生呢？那也就是说从缘起方面讲，《法华经》和《悲华经》当中这样记载，以前呢，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他们在因地的时候行持菩萨道，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经常的转生在一起，就做过父子啊、兄弟啊、太子、国王、太子这样的身份，所以从血缘关系上来讲，他们有着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那么我们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如果发愿往生这样的西方极乐世界，就会非常的容易。还有呢，再从两位佛的大悲和愿力上面来讲，其实也是一致的。释迦牟尼佛啊，在这样的一个五浊恶世当中，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是苦的本性，激励我们呢出离三有轮回。然后阿弥陀佛呢，则在西方极乐世界建立了一个非常安乐的刹土，在那里呢就接引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所以由此可见啊，两位佛他们的心是相连的，
他们的力是往一处用，劲儿是往一处使的。所以说我们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呢，发愿往生也非常容易。那么再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呢非常感恩阿弥陀佛，他呢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修行，已经把极乐世界给我们建好了。如果凭我们这样的这个凡夫的这个经历等等的来建立这样一个刹土，然后再在那里成佛，真的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比如说啊，我们大家现在都坐在这个经堂里面，我们为什么可以坐在这里呢？因为首先这个经堂已经建好了，然后呢我们还铺上了这样的这个地毯，然后还设置了这样的讲台，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圆满的成功的开我们的这次讲坛，菩提讲坛，我们可以成功的开这举办这次讲坛。所以说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建一个这样的经堂，然后呢再在这里开这次菩提讲坛，那就非常的困难。也许我们在建经堂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过世了，死亡了也不知道，经堂还没建好，还没能用上，我们就已经死亡了，有可能会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我们呢去应当呢发愿往生到这样一个佛陀已经建好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去。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人会问啊，我学的是大圆满的法，我何必要往生极乐世界呢？其实在这里呢，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呢，其实我们应该值得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修即生成佛的大圆满法固然的好，但是如果再加上发愿往生，那就更加保险了。那在《楞伽经》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颂词，就受记说道：南方悲达国有吉祥比丘，其名呼曰龙，能破有无宗。于是弘五教，善说无上乘，正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刹。所以呢，这里说的就是印度的龙树菩萨，他广泛弘扬释迦牟尼佛的二转般若法门，然后他正得了依地菩萨的果位，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像这样已经得地的大菩萨的身份的大中观的祖师龙树菩萨，他都希求往生极乐世界，并且示现往生极乐世界，那何况我们现在这样的凡夫众生呢？其实法王如意宝呢曾经也是这样说过，在印度呢出现了这样一位龙树菩萨，他接引了无量众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藏地呢曾经出现过乔美仁波切，他呢示现呢不舍肉身直接飞往极乐世界，并且呢乔美仁波切呢也是接引了很多有缘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乃至自己家门口的狗还有那个门口的牦牛都被接引到极乐世界去了。在我们大圆满的传承祖师呢全知麦彭仁波切，他是文殊菩萨的来到我们人间的化现，他呢就专门啊就是为了导归我们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专门撰著了极乐愿文。所以说呢这个极乐愿文呢就在我们的客诵集当中啊也都有，大家呢就是可以翻一翻，而且呢有的就是皈依时间比较长的人呢可能还经常要念诵，把它作为自己的功课。所以说法王如意宝呢就后来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末法的时代，已经是我和我的弟子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机缘已经成熟了。那么这个因缘成熟，或者说是这个时机成熟的原因是什么呢？法王如意宝呢又进一步的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解释。法王如意宝说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啊，我就曾经想过，凡是和我结缘的众生能不能由我来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么之后呢，法王如意宝就来到了五台山，在文殊菩萨面前，法王如意宝发愿最多的就是和我结缘的众生一定要接引往生极乐世界。那再后来呢，法王如意宝就去了贤劫千佛成佛的地方印度金刚座，在那里呢法王如意宝积累了大量的集资进账的善法之后，也是以发愿呢以什么为主呢？就是以凡是和我结缘的众生都能够接引往生极乐世界。
并且呢，法王如意宝呢，在这个佛学院啊等等，就是五台山，也包括五台山，然后就是倡导我们念普贤行愿品，然后呢，以这个发愿回向导归极乐世界的方式，倡导我们念了很多的普贤行愿品。那么到后来呢，法王如意宝就得到了一份呢多智亲仁波切在200多年前，也就是他又叫菩提金刚，在200多年前的一份受记文。这份受记文上就明显的就宣说到，凡是和法王如意宝结缘的众生，都将因法王如意宝的接引而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拿到这份受记文之后呢，法王如意宝就对接引一切有缘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了百倍的动力。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道友呢，有的人呢可能是这个法王如意宝亲自摄受的弟子，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面见法王如意宝，亲自呢在法王如意宝的脚下呢就是皈依成为弟子。那有的人呢有可能是法王如意宝的间接的弟子。那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和法王如意宝结缘的人。法王如意宝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考虑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件大事了。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道友呢，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我们自己也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问题呢？如果以前呢大家没有想过，那么现在是不是从此刻开始我们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呢？那么不仅如此呢，作为作为法王如意宝的殊胜心子，重要心子之一的我们的大恩上师，实际上呢也是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伟大导师之一。那么在噶旺吐曲朗巴尊者所攫取的福藏，就是莲花生大师的福藏，那个未来受记文当中是这样宣说的。福藏当中说呀，余下多康玉龙地区中，弘法利生护主名瞻家，着世大悲摄受所化众，宣言解脱道引极乐刹。就讲到了在下多康的玉龙地区当中，有一位名叫瞻家的三界导师众生呼主出世。瞻家呢就是梵语，藏语呢就是希拉，汉语呢就是智慧。这个是呢大安上师的尊名。受记文当中说啊，大安上师行持弘法利生的事业，他以治不住三有、背不住涅槃的大悲切愿来到我们这样的五浊恶世，就摄受一切有缘的所化众生，开眼宣讲佛陀的无上妙法，接引凡是有缘的众生在临命终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篇受记文中就明显的对上师的住悉地、名号以及呢所化事业做了明显的宣说。尤为重要的是，受记文当中受记啊，凡是和大恩上师结缘的众生，都必定因大恩上师的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看到这一点呢，尤其是作为我们，我们作为大恩上师的弟子，我们就是感觉来讲呢，是一生当中啊最值得欣慰、最值得欣喜和安慰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就因为和阿弥陀佛无二无别的法王如意宝的色身已经消融于法界了，我们无福无缘的众生没有办法在法王如意宝面前然后再次的在法王如意宝座前聆听法语、面见佛言。但是呢，在这样的五浊恶世当中，仍然有我们的大慈大悲的大恩上师高举佛陀智慧的明灯，在这样的恶事中不畏艰辛、不辞劳苦、孜孜不倦地行持拯救我们无量的众生脱离轮回苦海的无上的佛陀的事业。所以我们感恩大恩上师。那么不论呢，我们作为任何的种姓，任何的我们是任何的民族，我们身处不同的国家或者是不同的地方，乃至鹃飞蠕动的小虫，或者说我们人类没有办法以肉眼限量见到的那些六道当中的其他形态的众生，只要和大恩上师结上了法缘，谨记大恩上师的教诲，皈依祈祷大恩上师，在命中的时候必定会蒙大恩上师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们也没必要以凡夫的分别心去揣测去怀疑。为什么呢？因为是法尔如是的道理。就好比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我们种的是一个瓜的种子就会得到瓜，我们种的是一个豆的种子就会得到豆，是一样的。那此外呢，在不同的场合，大恩上师呢都不止一次的教诫有缘的弟子要修持净土的法门，倡导大家呢共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刚才也说到呢，在座的都是来参加这个金刚萨埵法会的。那么在这里呢，前不久我们刚刚举办了大型的极乐法会。在每年的萨迦月啊，在扎西池莲寂静地都会举办大型的极乐法会。举行法会的时候呢，上师必定会莅临现场。在这里呢，在法会上呢，大恩上师呢就会宣讲啊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宣讲极乐世界的国土庄严，宣讲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功德和利益，并且呢号召所有的与会弟子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此期间呢，在大恩上师的带领之下，我们会共同的持诵阿弥陀佛圣号，顶礼供养阿弥陀佛，会广作善法，广积资粮，广修善根，然后让所有结缘的众生呢都能够积累清净广大的善法。那么呢由于和大恩上师是共同行持善法的缘故呢，我们的功德就如同一滴水汇入了大海，在大海没有枯干之前，这滴水永远都不会枯干的。所以和大恩上师共同积累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福德资粮、智慧资粮等等都不会空耗的。通过这样的这个资粮，那么就会让我们呢，因为有了资粮的积累，所以可以让我们呢顺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上师呢在同生极乐国当中也通过七个方面的这个讲解来给我们讲解呢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发愿让我们呢升起一颗呢希求往生西方极乐的心。那么以上呢是第二个方面，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我们应当升起一颗愿心。如果说我们能够具备非常大的强大的信心力强大的发愿力，至心恳切的念佛，我们也可以往生。下面呢是第三个方面，就是在这样的信心和愿心的推动之下，我们应当圆满的修持往生的资粮。那我们也知道有了资粮的话呢，就可以到比如说我们从那么远的家乡来到扎西池林，肯定路上要准备很多我们需要的东西，那么来到这儿呢，我们也要需要准备一段的东西，才能让我们很好的在这里安住。所以说总的来讲呢，所有的事物它都是随因缘而生灭的，所有的法都是缘起法。那比如说我们人类吧，我们是怎么出生的呢？最初由父精母血，再加入神识，在母胎当中孕育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出生了。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经堂，它是由木头啊、钉子啊、水泥啊、砖啊这样的框架结构来建成的。再比如说一粒种子，我们把它埋在了地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的阳光、水土啊、雨露的这种滋润，它呢就会生根发芽乃至结出果。但是同样是这粒种子，如果我们只把它放在一个铁皮箱子里，它还会发芽开花结果吗？所以说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果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积聚什么样的因缘才能让我们往生呢？阿弥陀佛呢在法界当中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极乐世界，而且呢发下了伟大的48大愿已经成熟。
那么我们呢，需要有自己的信心和愿心，还有行动来配合，才能够往生。全知麦彭仁波切呢，在净土教言当中啊，就讲到，意念阿弥陀佛和欲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两点非常的关键。其实呢，麦彭仁波切说这两点关键呢，是因为有了信心和愿心，必定会有后边的行动的缘故。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在大恩上师的《透过佛法看世界》这本书当中也做了宣说。大恩上师说啊，在往生四因当中，名观福田发清净愿尤为的重要，它们涵盖了集资进账和发菩提心。念佛的同时要有坚定的信心和真诚的发愿，这个非常关键。大恩上师讲到的名观福田和要有坚定的信心，就是麦彭仁波切所讲的要意念阿弥陀佛。那大恩上师所讲的发清净愿和真诚的发愿，就是麦彭仁波切所讲的欲求往生极乐世界。可见呢，二位仁波切所讲的是一致的。这样出奇的一致是为什么呢？我想呢，是大恩上师啊对我们的无限的慈悲心、大悲心的自然流露。大恩上师把自己智慧宝库当中的一颗如意宝珠直接就拿出来赐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在心里啊要重视大恩上师的教言，我们应当依教奉行。下面呢，对往生四因呢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往生，大家一听的四因，那应该是有四个。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名观福田。名观福田呢，简单的讲就是意念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当然呢，福田也有很多，但是我们这里呢就归纳为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了。我们在意念的时候，可以先请一幅唐卡，然后来仔细的观看。也可以呢，也许有的道友喜欢看书，那我们就可以请观经啊，然后佛说阿弥陀经，还可以请呢佛说无量寿经，还可以请极乐愿文大书。通过这些呢法本的阅读呢，我们可以去了解极乐世界的一花一木一草一树宫殿楼阁的功德，还有佛陀的这些所有极乐世界的不可思议的无量的这个功德，都可以进行去了知。但是呢，如果我们实在观不清楚的话呢，我们意念阿弥陀佛同样也是可以往生的。那以前呢，华智仁波切的上师呢，如来牙尊者，在他面前来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呢，他平时念佛，可是呢，他就是对极乐世界、对净土的这个知识啊，没有了解。不用说，极乐世界的国土庄严他不知道，他甚至认为是阿弥陀佛的身色是蓝色的，蓝颜色的。可是最终呢，在他的心前就是显示了这样一尊蓝色的阿弥陀佛，然后呢就接引他往生。他呢双手合十，在祈祷阿弥陀佛的状态当中呢，就这样坦然地往生了，而且呢还出现了很多的瑞相。所以说呢，我们平时观不清楚，我们意念阿弥陀佛也同样可以往生。在全知麦克仁波切的净土教言当中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这个可以那样来观修的话，我们应该怎么修呢？就是在白天呀，勤修七支供，持念阿弥陀佛圣号心咒，祈祷阿弥陀佛。那么在夜间呢，我们就观想自己住在极乐世界里，然后入眠，这样也可以。其实呢，这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心心念念不离阿弥陀佛，要意念阿弥陀佛。就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一有困难，我们第一个想的是谁？我们第一个能想起来的是谁？大家想一想有可能说是我自己的父母，有可能我找大人来帮助我。对对对，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要求阿弥陀佛来救护我们，所以我们要心里意念阿弥陀佛，我们要求阿弥陀佛的护佑。在这里呢，我还要明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是由佛陀的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来接引往生的。这个打个比方来说，比如说啊，有一个人如果他揪着我们的头发，那我们的头会不会就是非常容易的随着他所揪的方向转动呢？是会的，不信大家就试一试，肯定是头发往哪里揪，头就跟着转过去了。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如同有一个人揪着我们头发然后这样往生的，也就是说阿弥陀佛 他所发下的这样的大愿成熟了的缘故，我们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才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么第二点呢，我要讲的是集资进账，也就是说往生四因的第二点。简单的说呢，就是积累福慧两种资粮和清净业障的一切的修行，他们呢可以包括在七支供当中。那七支供的每一支呢，实际上都是在我们心上对之无始以来的所积压的无明习气和烦恼。我们之所以没有这个成佛，还在五浊恶世当中流转，没有认识自己心的本性，就是因为我们心内心当中还有很多的障碍没有断除。那么我们这样的集资进账啊，积累这个福慧两种资粮清净相续当中的业障，实际上呢就是在显发我们自己的心性，就是在帮助我们成就佛陀的色法二身。我们不断的做这个集资进账的善法，就是可以把我们一颗自私自利的心转变成一颗利他的心，把一颗以我执为重的心真正转变成一颗菩提心。所以说呢，所有的佛教修行都在强调要修自己的心，我们的修行实际上就是在修自己的心呀。如果我们心里装的是庄严与美好，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庄严与美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发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呢？实际上就是一颗上求佛果下度众生的心。那么这颗菩提心必须要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菩提心，少了哪一条都不能说这个菩提心是圆满的。在这个佛经当中也说，大乘和小乘的区别在于关键在于菩提心。菩提心是成佛的正因，菩提心更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往生的正因的条件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上品往生，那一定要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这个是在观经当中这样强调。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认为我是一个凡夫啊，我最开始发起的菩提心可能会有造作的成分，我是假的，没有那么真心的发起来。但是没关系，这样一颗造作的菩提心可以经过我们长期的串习，反复不断的去巩固它，坚持的发下去，只要不让它退转，那么最终有一天呢，可以我们把菩提心积累到量，让菩提心由这个量变达到质变，由这样一颗造作的菩提心就会激发出我们内心本具的菩提心来。所以最初如果是一颗造作的菩提心，我们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够发起真实的菩提心的。然后有了菩提心的摄持，就可以圆满六度，并且呢实现普贤行愿。那么第四点呢，我要讲到发清净愿。发清净愿就是要发愿呀，临终无碍，见佛往生，得佛受记和普利众生。我们不但要发这样的愿，平时呢我们还要把自己所积累的点点滴滴的善根功德全部都汇集起来，用于啊发愿往生和回向往生。那我在这里呢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同样是一块金子，如果我们拿来把它打造成一尊金佛像，那将成为人们顶礼和供养的对境。如果还是这块金子，我们拿来呢打造成装饰品，比如说项链啊、耳环等等，戴在自己身上，那么在一段时间当中呢可以满足自我的需求。那么我们进行对比，把它打造成金佛像就是发挥了它殊胜的作用，然而呢戴在我们身上可以满足我们一段时间的需求，但是呢不能够就是
成就他最殊胜的利益。也就是说，一个呢，就是可以往生，可我们的善根功德可以用于往生回向，回向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呢，就是回向今生和来世的这种安乐，这种安乐呢，我们可以得到，但是呢，仍然不能出离轮回。所以呢，要强调两点呢，我们在这个回向功德的时候，要把它用在最殊胜的地方；第二点呢，要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所以呢，大家心里也可以对这个呢进行一下抉择，我们是不是把功德只用于回向今生来世的安乐，仍然不能出离轮回。那么我们一旦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呢，就会保证我们既生成佛，而且呢在行持利益众生的事业也不会有困难。那以上呢是第三方面，在信心和愿心的推动之下呢，我们要积累资粮，我们要积累往生的资粮。大恩上师的《透过佛法看世界》这本书当中也做了宣说，在往生四因当中，名观福田发清净愿尤为的重要，它们涵盖了集资进账和发菩提心。那么第四方面呢，就讲念佛的功德。在《十往生经》当中说，如果有人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啊就会派遣25位大菩萨来保护他，让他恒时呢都没有恶鬼和恶神的干扰。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当中这样说，大势至菩萨他会恒时不离念佛的人，并且呢保护他远离三恶道。在佛经当中啊也说，一个人如果念佛的话会有40里的光明。其实我们念佛特别有保障，我们有佛光的护佑。下面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呢，就是具备信愿行必定可以往生。在扎西迟林啊，达森堪布可以说是真正超度亡者的人，从这个山下的养老院建立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将近有40个人往生了，就是他们将近有40个人死亡。在这40个人当中呢，达森堪布基本上每一个人在他们死亡之前都会去他们的家里，然后呢就是给他们祝念往生。那达赛堪布呢可以说是见证这40个人死亡的唯一的见证人，可以成为见证人。那在去年呢，养老院有一位会背诵吉祥光明塔受记文的老觉母阿姨，她呢在临死的前一天啊就请达赛堪布来到自己家里，然后也是想让达赛堪布就是祝念。那她对达赛堪布说呀，她说她一生念了乔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10万多遍，他现在看见屋里全都是光，他心里特别的开心，没有任何的恐惧。他说呢，他呢能够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给往生做准备的，就是为了死才来到这里的，现在我马上就要死在这里了，我非常的开心，我没有任何的恐惧，我没有任何的留恋，我不牵挂这个世界。而且呢他特别开心的和达赛堪布还有周围的人啊就进行交谈。达赛堪布说呢，看起来呢他的确是没有恐怖的。为什么呢？就一般的人我们在临终的时候那种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是不是一个学佛的人，不是一个这个信仰佛法的人，不是念佛的人，那在四大分离的时候那种痛苦状态下想要装着开心，这种装是肯定装不出来的，想装也装不出来。所以说达赛堪布说看起来呢他呢还是真的是非常开心。而且呢他说啊，我一生最幸福的一天就是今天，因为我马上就要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了。那不仅是这个他会这样，那达赛堪布呢又说到，那以前呢就是有一个叫突嘎的老人，也是养老院里的一个老人，他是因为生了一场病，
在临终前请达赛堪布去助念。达赛堪布那个当时呢，在他生病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还是最好去看一下病。然后他说，我现在没有任何的恐惧，我非常开心，然后呢我也不留恋这个世界，我自己感觉呢就已经升到净土了，所以我也不用去这看病。当时是这样说的。后来呢达赛堪布就是给他助念，也出现了很多吉祥的瑞象。达赛堪布呢就还说，他说到真正的修行人的死亡和不修行人的死亡是有着天壤区别的。他说他曾经去过一些周围的村庄助念往生，有的人呢，有的村庄里的人呢，他一生啊就以打猎啊、偷盗啊、还有杀生为业。那在他们死的时候呢，他们就大声的哭着闹着，然后甚至呢，有的人紧紧的抓住达赛堪布的法衣不放，恳求达赛堪布呢，在这个时候能救一救他，不要让他下堕到三恶趣当中。所以呢，说到这里呢，达赛堪布呢就感叹的说到，扎西赤林的老人啊，真的是太幸福了。他们可以圆这么殊胜的对境，然后做善根。每天呢，他们可以转山啊，然后供佛啊，然后还可以比如说搬运一些这个玛尼石啊，然后到山上插一些旌旗啊等等。他们种了很多的善根，圆这样的善法，然后种下这样的善根。从他们各个死亡的表现上来看呢，就是几乎都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觉到很幸福，然后没有任何的恐惧。所以说达赛堪布说，大恩上师的恩德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们无以回报。说到这里呢，就达赛堪布哽咽了，就话呢就没有再说，就停了很久，屋子里呢也鸦雀无声。那这个呢就是达赛堪布有一次跟我们聊天的一个这个经历。那以上呢就通过四个方面就讲到了，具备信愿行就能够往生，依靠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我们才能够这样顺利的往生的道理。那么佛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和智慧境界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唯有佛和佛才能够证知。我们作为三宝的弟子呢，我们要信受佛语。那么记得在1993年法王如意宝呢在五明佛学院开的极乐大法会上，曾经呢就对弟子们这样说道。法王如意宝说，大家啊应该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要发起猛烈的愿求西方极乐世界的心，还要念完100万遍阿弥陀佛圣号。这样做的话，临终如果不能够往生，就算是我欺骗了你们。不但是我欺骗了你们，连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也成了欺骗你们。但是他们何时也不可能欺骗的。所以呢，对于佛陀的教言，我们要信受。的确是，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他们断证功德圆满，不可能欺骗我们。法王如意宝是真正的佛，他更不可能欺骗我们。所以只要我们按照法王如意宝所说的话去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往生的。对这一点我们要坚信不疑。法王如意宝呢曾经对有缘的弟子还这样讲过，说到像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容易往生，功德又这么大，是何处也没有的。你们不要想三想四，就专注一个佛阿弥陀佛，就专注一个法阿弥陀佛圣号，就专注一个地方极乐世界。这不仅是法王如意宝对我们后学弟子的大悲心的自然流露，更是法王如意宝见到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于我们凡夫众生来讲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法王如意宝呢才以这样最简明扼要的道理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成佛的捷径。所以我们感恩法王如意宝。那么基于以上的四个原因呢，就我谈到了对阿弥陀佛要升起信心，对往生要升起强烈的愿心，并且呢我们要寄生当中啊圆满的念诵阿弥陀佛圣号100万遍藏文的，或者呢念诵阿弥陀佛圣号600万遍汉文的，这两种念哪个都可以。我们要与自己的实际行动和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相合，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可以顺利往生。
所以呢，最后祝所有祝愿所有的道友呢，在临终的时候呢，都没有任何的障碍，蒙佛接引，花开见佛，得佛受记，圆成佛道，圆满自他二力。谢谢大家，阿弥陀佛。